李翔要迪恩迪上来掩护，在四十五度角急停命中三分，哇，他投进了之后队友这场比赛阿木的三分球果然开始校正回归，来看一下这个空手板。好，周怡翔来掌握一下节奏，先慢下来打，一样高到掉篮底下，这一次总算是收到效果了。稍待会可以期待一下，今天有在登录名单。哦，这边追防的简佑哲蹲下来一次推人犯规。周怡翔的身体状态，尤其是他的体型，有比他刚刚加入到领航员那个时候还要，应该说比较精实一些了。对。其实瘦身没有那么容易啊，绝对需要时间啊，因为我也在这条路上，我很能感同身受。那我劝你是不要太努力，这样我会有点尴尬。有看得出他的变化了，而且刚刚能知道这个犯规，最主要是他在 handoff 之后，他有先去做一个刹车，刻意制造跟简佑哲的身体接触，然后同时这个身体接触，如果在他第二拍再加速的时候，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切入机会。是，周怡翔获得两罚机会。两罚聚众。